这个吼、哦，这个发明的人说一说古，苗都渣男，古渣男，哎，古渣男，对对对，伊就讲啊吼，这个神山这个迄个梦中族吼、哦，啊，这中这个目吼，拢甲拍通啊，来个遮落去就无啊，所以讲咱电图，这就是叫电图，过去讲叫电气石，还是瓦斯石。啊！伊这这个物件吼，就咱农，你农农民种啥哟？你放放木瓜、放山啊、放香蕉，就是咧催熟水果的吼，就是用这個。因为这个物件吼，电气石、瓦斯石吼，伊若碰到水盐啊，产生化学作用，开始冒烟，又开始冒烟，对吧？而且烟都有最亮，有产生化学作用啊！啊，伊所冒烟的那个烟哦，就是那瓦斯，那是瓦斯啊！啊，咱即摆拢是讲到这啊，吼，那好啊！啊，只乌一坑，电头拢掉伫遮吼，啊，我要推个大水入去，大水入去了后，啊，伊即摆倒水了后，伊会产生化学作用，所产生的迄个是那个瓦斯，那个是瓦斯吼。啊，瓦斯碰到那个火是怎样？产生气泡，就变这么声吼。啊，若惊大声的吼，大炮上惊啥？上惊受惊吼。啊，若惊大声的话，耳朵捂着，屁股夹紧，嘴巴张开，安尼咪就惊吼，就不会受惊了嘿。来，有人要体验的嘛？我第一位请嘉宾他体验的。你先用我吧。好，来，开始。哇！哦，超响。哎呀，产生气泡了哈！我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不用怎么样。没啦，不会啦。来，征求第一位嘉宾来体验的来，哪位嘉宾要体验一下？是啦，我惊。